赶快去买票。我们今天要上少女峰，我们在这边待了两个晚上，然后天气都不是很好，然后终于在要离开的这天的早上呢，有看到好天气了，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赶快上去。Thank you， 走喽。现在在小夏代肯站，然后要换车，对，去就换这台车就可以直接上少女峰了。哇，这里全部都是用炸弹炸开来的。在山上走路真的还蛮喘的。为什么呢？当然了，在3400公尺的高度。这个就是少女峰，第三个那个最高的，一二三，那个。哇，外面景致真的超美的，在这里高山反应真的有明显，呼吸比较困难一点。来两张，厉害哦，平面图。前面这个是在2012年新开的一个区域，对。我都忘了有这个冰洞，中间结冰的洞。不懂这些东西，看电视都不觉得很酷，自己来才酷哈、哦。真的好酷、哦。这要低头哎、欸！我好像不用低头。真的、欸？很得意吗？这里有威士忌。Thank you.
朋友说这里有一个健行步道，要走两个小时啦。要不还是？逛完广场之后，还在这边领一颗免费的巧克力。Thank you.